感谢主，这个 MGC 诶，这个 Evergreen 有遐侪人参加，这是主丰富的恩典。今仔日爱甲各位看一节哩，一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宝贝。因为一段的经文，伊特别爱叫咱伫遐享受上帝赐的时间。Let us enjoy God-given time. Let us enjoy what God has given us. 这真早以前，当这个一摆我伫这个喙齿医生的所在。听起一个，一个家长咧问一个囡仔，你到底几岁啊？这囡仔讲我七岁咯，但是咱看起来，敢那这囡仔无可能是七岁，看起来伊堪在是五岁还是四岁？那为什么发七岁呢？因为这囡仔真爱紧紧大汉，所以赶紧发七岁时间。真早我做前人时阵，看起年纪较贵个，实在讲哇，这人年纪遐贵。现在呢，我自己已经进入这个 senior， 已经是 senior citizen。但是这个享受上帝时间呢，是咱人人拢享受，也是圣经真要紧的教导。咱今仔日咧面对一寡咱会拄到的问题，就是身躯的老化，身躯的老化 ，the aging of our body， 这是咱大家人会拄到。咱真早现在有法通走，有法通跳。我能走真紧，但是现在呢，咱知影有阵啊，咱行路会较慢一丝啊，会较慢一丝啊。这是上帝特别给咱身躯的变化。第二呢，有阵啊，咱面对另外一款的问题，就是咱的精神呢，这个看在咱的健康，唔是个真好势。有阵啊，咱的挂意有真侪代志。Another issue facing us would be mental health. Maybe we are anxious. We are facing difficult challenges. 第三款的物件呢，是咱一般来讲是这孤单的生活。We face the problem of loneliness. 即摆这个 COVID 的代志，疫情的代志，你会知影有真侪年纪真贵的人，还是少年人呢，拢大概去拄到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孤单的生活。这孤单的生活。要怎样来面对呢？ How do we face the problem of loneliness？ 其实咱这个 Evergreen 这相亲团体，安尼我当对 Zoom 大家三个见面，这是上帝给咱真大恩典。头拄啊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大家人真正听主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圣经节真要紧的圣经节，就是伫传道书的三章十六节，上帝做万民各按。伊个时阵食了美好，佮将永生安置伫世间人个心内。但是上帝对头到尾作为人袂话参透。上帝做万物，各按其时正做美好。God everything in His time,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according to His time.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He set eternity.Into the hearts of men, yet they cannot fathom what God has done from beginning to end. To end. 接下面一节的经文，你咱真爱是头一节的经文，提到上帝做万物，各按其时正做美好。这是一个真要紧的。In His time, He created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咱大家人看起少年人咧结婚的时阵，看起因结婚。男的真缘投，女的真正水。咱也知影有寡人伫遐常常定啊，穿啊真正好势，互人伫遐真正羡慕。其实上帝做完每项会真正水，但是上帝将这个礼物想做互咱，就是永生。God put time, eternity into the hearts of human being。但是当人上帝将这个永生刻伫人的心中的时阵，有甚物代志产生呢？上帝将无限的时间刻伫有限的人的心中。God put infinite time into a finite heart of human being。再来面呢，因为安尼的原因，所以今下日有真侪人爱祈求，伫遐祈求这个伫伊人生中间伊要做代志，还是爱祈求学问。Man searches for many things because of this eternity time placed in human, in the heart of human being. 因为这个永生刻在中间呢。
所以人就以爱追求物件。但是各位，当咱我来这个经文的中间，才真要紧的提到上帝做万物，各款其实真多美好。God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上帝伫个时间做了非常水的时间。咱今仔日爱对这段经文内面，甲各位来分享。啊，咱也相信上帝，咱也知影上帝做万物。其实这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真早就安尼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earth. 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为什么上帝用迄只经文放伫头前呢？这里面真要紧呢，咱知影。上帝在创造这个时间的时阵，伊有原因，伊有原因。当咱知影伊可能有适当的时机的时阵 ，in His time， 啊 ，in His provided provision， 咱需要什么呢？咱需要两项的物件。头一项，咱就发掘甲复兴每一日所应该行的职责啊。We need to discover and fulfill the dailyassignment or things or tasks given by our Lord.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就按这样来做。第二呢，我们就了解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We need to understand and live out a meaningful life. Meaningful life. 我相信我们大家人真正写的这些经文，主要所说，我来是要叫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I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 say Jesus Christ. 这个 life, 这个生命是非常要紧。咱若知影这个时间是上帝给咱的中间呢。今仔我用四方面甲各位来分享，咱有生活的时刻，有学习的时刻，有听心的时刻，有渴慕的时刻。We have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learn.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long for our great God. 咱有四方面爱各位来分享。传道书是一本非常水的一本的册。Ecclesiastes is a beautiful book in the scripture. 这里面呢，爱咱思想一个真要紧的物件。这段经文呢，是这个传道书里面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家里面讲什么？凡事拢有定期，天下万年万物万项代志拢有定时啊，拢有定时。There'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heaven。有这段经文呢，就列出真侪无相的物件伫家里面啦。啊，有个人咧提到这段经文的时阵，以为讲这代志可能人在世拄到的。啊，为什么圣经爱提倡的代志呢 ？People think that how come all these alternatives are given in the scripture？ 这其实真要紧的，上帝做万物，各按其时，真最美好。God created everything beautiful according to His time, according to His plan。这里面一定是，所以头一部分咱要提高有生活的时刻 ，a time to live。A time to live. 才讲生有时，死有时，灾症有时，飞出所灾症也有时，失业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There's a time to be born,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plant, a time to uproot, a time to kill, a time to heal,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伊才开始提到生有死。各位，咱知影，我伫世上毋是超度看的代志。头拄啊，咱的灵长特别甲咱提到，咱踮伫世上是毋是偶然的代志？咱唱的诗歌毋是偶然的代志，大物件拢是上帝安排。生有死，死有死。我伫世上，咱通为主来活。有一个活着的时间，活着时间。各位，世上有真侪无安定的代志，但是当你若拄到破病、拄好医治了的中间，
我想你觉得你的生命哭得要紧，哭得要紧。现在你拄到一寡生死的边境的中间，你知影讲哇，你活着实在是真要紧。一个月前，伫这个我徛的这个Irvine附近的Laguna Woods，有一个中国人入去到一间教会，摕一支枪，然后拍死人。这样代志，予人觉得真正奇怪，为甚物这代志会产生？其实连连说，你会知影讲，美国这自由的所在，变作是通买枪，不通拍，甲人拍死的所在。但是各位，这个代志呢，为甚物样代志会产生？今仔也有真侪人咧讨论，但是有几位医生呢？这丁医生，伊伫遐带伊妈妈来到教会，伊妈妈年纪真正高，伊的丈夫拄拄离开世间，最近一段时间真长无来教会，但是听讲牧师对远远的台北倒来，就真爱来教会来聚会。伫迄款的情形，伊来到教会聚会。各位，若毋是丁医生伫遐冲去，伫遐。对付这个家患，还是对付这个人呢？提醒的人呢？潜在死去个侪人，但是各位真侪人伫这个边境的中间，佮我知影活命的宝贝。有一位捌伊的牧师，就是咱潜在真熟的这个老三啊，伊常常伫迄个所在也讲到，伊伫遐讲。其实要为真侪人过身也无遐简单，但是这个人底下真正宝贝，但是更加要紧，甲咱知影讲，咱活伫世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拢要紧，拢要紧。各位是的，咱通活着，通为主来活。圣经内面有一节经文，我非常爱，就是伫亚利米哀歌第三章23节、24节。感謝我們真實的一句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你的信實何等偉大，特別上帝當我們活著的時候，讓我們心的主愛。 God give us new mercies every morning， His steadfast love never cease， 祂的恩典無停止。各位家裡面為甚麼說特別都是新的呢？因為我們看到頭前，你會知道祂在當祂在空壓在那種问对问题中间，因这个唔知影，因食物要对倒来，但是特别上帝讲落马那分享，上帝有赐。头拄仔咱读个这个主导文的中间，食内面，阮日用的啉食，今仔日赏赐阮。伫这个亚利米哀歌，特别上帝将新的恩典、新的慈爱赏赐过来。所以上帝让我们活在世上呢，有这个原因，让我们每日有通有力量，通面对今仔日伊所想赐给我们的日子。各位，你捌想到为什么上帝创造天地中间有暗暝、有早起、有暗暝、有早起、有暗暝、有早起呢？为什么你甲我拢着休困呢？因为真侪时阵，当咱休困的时阵，咱就亲像将这问题交托给主。诗篇127篇第三节内讲，家内面主所听的，伊可以伫遐安然休困，还是安然困。咱提到死，暂时咱真无爱面对死的代志。但是各位，我问问一位医生，问讲今仔日科学也发达啊？科学发达的中间，是毋是有可能有寡人有通活到超过200岁？是毋是有可能？就医生真特别讲今仔只科学研究，因为因捌饲动物，捌饲虫，也可能个时间延长。但是今仔日也有淡薄个问题，就是有寡人虽然活较长淡薄，但是伊耳腔潜在听袂着。有人感觉人活较长淡薄，但是脚头有徛袂起来。但是各位，若是属于安尼，你日子长久的时阵，上帝若无把你支起，你定倒伫床有意义啊无？各位，我做牧师虽然
诶，做讲有一段时间咯，一段时间。较早那去医馆替人祈祷的时阵，发生是人要讲，请你替我祈祷，我紧紧伫啊变紧紧好。诶，各位，我开始要替病人祈祷，也捌一摆啊，就邀请去 ICCU 替一个姊妹祈祷。伊的新妇伫边头，伊伫啊大声对我讲，请你替我祈祷，我赶紧伫啊见我的天父。因为他认为说堂弟的头棒是上帝恩典，各位，一切东西都是上帝的手中。今天我是要强调说死，我们就死，但是我们活在世上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是上帝恩典。其实当我有一段时间在研究这个日子长久，日子长久到底什么意思？ Long life, what does it mean in the scripture?你若看的时阵，圣经你看的中间，才拢有意义。伊通常提高因真正满足因活伫世上的日子 ，they are so satisfied with their life here on earth。唯一的一个人欠债，你的圣经会读到伫创世纪，当法老问雅各：“你活伫世上偌久啊？”用我的时间搁短，搁苦，搁短搁苦。各位，咱活伫上帝面前。咱去活得真有意义，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咱认为讲上帝是咱的上帝，是咱的牧者，要为咱活在世上，要让咱有快乐的生活。这段经文特别有提到灾症有时，未出所灾症也有时。咱在菲律宾，现在咱啉橄榄树真正方便，现在咱有阵啊煞无爱啉。但是各位在一年里面，头拄啊，这个Ben兄问我讲，有踮伫美国，我已经踮伫遮差不多两年久的时间。但是忽然间有人提橄榄门市，和我食的时阵，哇，我非常的珍惜这橄榄门市，甚至将这橄榄门市啊分了我两个查某囝。然后佫趣味的是，橄榄门市，现在伫菲律宾也无咧想讲要去个栽种。但是各位，我逐日天光。真趣味，我就底下去压花，和这个橄榄树一个茎开始小块发起来。各位再见，有时各位上帝，可能我哋世上，咱有创淡薄的物件，是当咱看起上帝丰富的恩典。而这个美国的边境，伫正边是这个墨西哥的所在，伫东边是 California 的所在。但是各位。上帝给我们活在什么所在，现在我们就感恩。我们有时候没能选择我们站起的所在，但是我们活在哪里，亚利米跟我们说，我们就为着那个所在求平安。当你求平安的时候，你也能得到平安。第二，上帝爱我们有一个倚靠祂的心，我们为主来活，感谢主给我们活在世上，每日都有意义。第二方面，圣经里面教咱讲什么呢？传道书讲，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舔脚头有时，对出脚头有时，怀抱有时，无怀抱有时，心切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放下有时。A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mourn.And a time to dance,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them,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refrain, a time to search, and a time to give up, 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throw away. 我这里讲什么呢？这为什么特别提就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呢？这里面其实等你读小块研究这里面所咧讲的中间。就要跟你讲，有一款物件，欠在咱通学习。有学习的时阵 ，aside from a time to live, we need a time to learn。咱有阵啊需要有时阵通学习，有阵啊需要咱底下流目屎，有阵啊需要咱好好底下来笑出。有影心理学家可能讲，当咱会晓笑的时阵，真侪时阵咱会真侪问题会解决。当咱有笑容的时阵，无形中咱的身躯这个有一寡病症，
因为咱笑的中间，咱的荷尔蒙，和咱有真正喜乐的心。其实上帝爱加是咱现在学习，伫面对这些物件。现在咱伫学习，会晓伫去帮助人，会晓做一寡过去咱无做的事。这学习的代志呢，今仔日那叫科学底下来研究。当人有通学习的中间，有继续有机会学习新的物件，现在伊个活着更加有意义。最近我看一个影片是，这个人从这个日本要怎啊帮衬，有一款人现在伊袂记的物件，伊开始身躯有软弱，就怎啊做呢？因就研究。和人底下来拍鼓，一三五有人咧教因拍鼓。People are teaching some old age people to drum。啊，伫咧拍鼓的中间呢，伊发现等于逐日出来以后，这个有这个声音咧拍鼓的中间，有这个学习的声音的中间，有这个要拍子的中间，伊的记忆力，伊各方面有进步。进步。各位，你也现在有看人知影我的爸爸，这个上帝让伊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呢，伊真正感动的是什么呢？是伊退休了的中间，伊有写册帮助人，也有去真侪所在底下学习。但是更加宝贝是甚物呢？现在你唔知影伊伫厝内，伊也搁咧看册，伊将这个台湾这教师湾的50本的册。底下看了，然后伊也将五样电脑的工作册啊看了。My dad, upon his old age, he read lots of books. 我爸爸底下要看这侪册要创啥？伊底下一直学习。啊，伊也知影我是读古约的，所以有阵来问我这问题，我说爸爸，你最好答这问题，你为什么咁问我？但是你看起伊真正谦卑，底下。爱学习，其实为着伊的代志，我也常常去找一寡资料咧来读，咧来看，到底要怎帮助，即个让咱的身躯更加健康呢？我就捌读到一篇文章，啊，甚至也读到几落本的册，也提高视野。有阵啊，咱年纪较长的中间，潜在咱的各方面会衰退。潜在咱的头壳会有一寡物件会塌嘞，但是当因将一寡人的头脑在研究的中间，等于死了，该推头脑起来研究的中间，发现什么呢？遐有学习的人，遐有甲人行棋的人，遐甲人啊三讲话的人，因的头脑虽然咱亲像有去塌嘞。但是因也过过真正常的生活，也通活较长淡薄。各位，我真正欢喜头拄啊，咱用念圣经节，咱用唱歌，咱其实这个相亲团体通彼此鼓励。咱到底有啥物件通伫啊加学习呢？这其实是上帝要帮助咱。各位，是毋是咱即摆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当你咧？你咧想这物件，到底有通学习什么物件？其实有一寡物件，现在咱看一寡动物的片，还是看一寡咱爱建筑的物件，有啥物件通好好地啊来学习？这是通帮助咱啊明白这个，通去进一步啊，咱通彼此鼓励，看上帝伊爱咱做啥物。第三方面呢，上帝除了爱咱。有生活的时间，学习的时间，上帝爱咱有听心的时刻。Aside from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learn, let us have 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love。再来面第八节讲喜爱有时，欢乐有时，静静有时，讨好有时。第八节，按你讲 ，a time to love。A time to hate, a time for war, a time for peace. 第七节，徛对有时，抱起来有时，
情别有时，言语有时。我在这里面要讲什么呢？这里面要提到我们有需要听的时刻，听的时刻也彼此相听。这次在这个疫情的中间，这个有两款的事情产生。一款因为我们无法出门，所以家庭的人，大家分组拢踮伫家庭，踮伫家庭的中间，到底是更加相听，还是更加受气呢？啊，各位，这个是看咱怎样有贴心点来处理这代志。有一款人伫这家庭的中间，伊咱听起伊经常讲感谢主，有这个疫情的中间，我伫厝内通甲买家庭有机会好好。有一位有一个对夫妇呢，这个妈妈真惊尿，妈妈真惊尿，但是今日对外面读册到来中间。有妈妈，我会做阵踮伫厝内袂？啊，我能饲一只猫无？妈妈本来无意爱答应，但是为着听心的原因，伊伫遐让伊的大囝去饲一只的猫。头伊我讲，我真正惊，非常的惊。但是慢慢因为听我的大囝的原因，伊听猫，所以我也听。我因为听囝呢，也开始听一只猫。其实我伫注意的时阵，迄只猫。伊个生活真正趣味，非常个趣味，因为伊听伊个大囝，所以听迄只猫。各位，你毋捌听，毋知捌听起有狗个神学甲猫个神学无？猫是我是王，你着来服侍我。狗呢是要服侍主人，但是对这个妈妈在讲，因惊爱伫迄只猫个代志，伊讲迄只猫呢真趣味，伊需要。在爱中间，伊会来我边啦，我摇咧摇咧，啊，我喂咧喂咧。但是各位真要紧呢，当你来要失落听的时阵，你爱得到听的反应的反应。各位，咱到一个迄时，就是我现在也属于这类的，就是咱有阵仔得接受囡仔对咱的听。好多啊！啊，免遐咧问我关于这代志，其实我是伫无拍算的中间，伫上帝手的安排，甲阮留伫这个所在。大家也知影，我伫菲律宾啊，这个圣经上帝服侍30多年，啊，唔敢伫其他的所在。虽然我毕业了时阵，这个八九年毕业了中间，伫美国有人爱请我点的，但是上帝既然带我来到这个所在，所以我应该得我去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所在，伫遐来听主的仆人训练新的一代。2019年，当这个也将这个责任交予新的院长的中间，交予院长，唔是因爱我离开，是因为这个65岁，我应该就退休，这个班应该就交去，我应该做一段时真长的时间。2020，上帝给我机会。来这个所在，来这个所在其实是本要来普顺，这个第二个幼儿园，这个八个我的新妇幼儿园，所以头尾本来咱的计划是头一个了时阵爬落去，然后我再爬来，咱现在这个疫情产生，所以阮煞无机会通倒去，无机会通倒去，咱亲像美国有法通讲情的。但是回去查考这资料的中间，那超过6个月久，点过头久的时间，下摆你的名字就放伫这黑名单，嫌要来就唔敢来。因为熟在主的原因，对我的囡仔，因三个囡仔已经来到美国成家立业，但是阮从来无迄个时间，但甲伊有过头5日的时间，除了因有囡仔的时阵。妈妈来较长淡薄，但是我根本无机会通甲面遐长的时间。但是各位，当然咱要抓住逐秒钟、逐分钟有机会甲面相拄，但是无拍算上帝甲阮留咧中间。阮看起上帝手，互阮通这个机会通甲面相拄，有机会互囡仔来听阮，有机会来听孙仔。各位，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各位真侪人，我相信咱这个相亲团体，大家人做阿公阿妈，然后真侪人现在也是较年轻淡薄。但是各位伫这款贴心的时刻呢，其实咱也会晓对咱心中会晓施落出去的中间，我相信贴心会留起来。但是有阵啊，咱是大人，当人要疼咱时阵，咱讲无需要，无需要，无需要，无需要。但是各位，当因会晓疼咱中间，其实咱也着接受，互因有圣经诶丰富诶恩典。因为孝顺父母，日子的确长久。各位，疼心是结是两方面诶，两方面。疼诶时阵。是的，有阵啊，咱会分互别人 ，we may hate others， 但是各位，当咱会晓听咱的敌人的时阵，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当咱会晓赦免人的中间，咱就将这物件担咧边头。是的，有阵啊，有一寡人，有一寡咱的亲友，有一寡人，咱无依赖亲近，但是咱求主帮助咱会晓分享这款的疼，会晓施落恩典。也要操心的教，现在这就是一个听心的时刻。最后在圣经里面，就要提到另外一款的，款就是咱应该要觉悟。在美国的所在，买有一摆大风雪，大风雪，风，这个大风大风吹吹来的中间，有真侪车就煞袂振动。但是特别有一个公司，这是听主的公司，这听主的公司专门咧卖鸡呢。迄个时阵就接到安尼，这个不但将迄个因所煮的物件分互因家己公司内面的人，也伫遐找人伫遐将听分互遮无法通倒去的花车，伫这款情形的中间。各位有阵啊，上帝将一寡你欠债愤怒的人，欠债摆伫你面前，欠债需要的中间，求主帮助咱，为了贴心，也施落恩典。最后除了这个生活的时间、学习的时刻、贴心的时刻，最后是刻薄的时刻。Aside from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learn, a time to love.Lastly, we need a time to long. Long for what? I mean, we talk about so many, we need to do a single E and by. What can you say? They just say that they're local, how in the key down, so can they? So they don't want me go on to see, just to be whole, good job, young, young, and the long is same down. Then the song they do talk about it.人无法通参透，在内面特别提到上帝叫世间人落苦，可以咱点伫世上，因为罪原因，互咱落苦，互咱伫流汗。伫这个世上，经过创世纪的第三章，大家人拢伫流汗。但是各位，为什么上帝将十节、十一节排做一起呢？因为在内面。十七咧讲，上帝叫世间人落苦，落苦，落苦。这个 a burden God has laid on human being， 但是各位十一节用 God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上帝做万物，各人其实真最美好，美好。各位家里面有啥物分别呢？等你。会晓知影一切物件是上帝安排，上帝安排，你就袂觉得是劳苦，你袂觉得痛苦，你袂觉得伫中间遐艰苦面对，因为你知影上帝做这个时阵呢，大物件真最美好，美好。当咱仰望上帝中间，咱知影这物件实在是非常的水。所以其实咱每一个人，当你回头看，用属灵的眼光看你的人生，我相信你的确会看出真多丰富的恩典在咱的身上。
你看见上帝安排的中间，咱看见上帝真正奇妙，有真多丰富的恩典伫咱身上。当你要相信伊安排的中间，你要信靠伊，你要感谢伊的中间，我相信你的确会列出真多物件通感恩。各位，其实上帝做万民各万其事，特时阵拢非常顺。像来讲，即摆来到美国，有影我去做工，我去做工。但是各位，因为是 work from home， 伫厝内内面做工呢，咱其实也有家己有一寡安静的时间。但是因为这 COVID 的中间，看上帝怎安排，互阮有机会头脑要当振动。我面对学生伫倒落呢，其实伫这个苏联的所在，伫这个欧洲的所在，伫台湾的所在，因为这个 Zoom 的原因呢，你看见咱国家有机会当三联络，其实因为一摆 Zoom 啊，我有机会当对这个咱的兄弟姊妹，特别相亲团契兄弟姊妹遐来讲，真侪真久无看见的人，今仔伫这个所在看见。今仔看见这李纳基第一个所在，这军德所第一个所在，这军都所第一个所在，啊，我非常欢喜，看见真多，真久无看见遐个姊妹，感谢主恩典，上帝安排是第好，但是更加要紧呢，上帝要予咱享受伊的恩典，上帝要享受咱伊的恩典，这个军都所特别真要紧呢，要讲什么呢？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讲什么呢？我知影上帝予人用忠心喜乐行好，并且人人食啉，在一切劳碌中间享福，这是上帝的恩赐。我知影上帝一切所做，的确永存要予人无加添、无减少。上帝安尼做，是要叫人伫面前存敬畏伊的心。请你特别注意这第十三节。上帝爱予人人人食啉，伫劳碌中间享福。第十三节英文安尼讲 ：And everyone may eat and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all his toil. This is the gift of God. 食圣经描写用食甲啉甲享福 ，eat,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各位，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礼物要予咱。为什么圣经用食甲啉呢？因为囡仔也着食甲啉，大人也着食甲啉。但是食甲啉的人，你若觉得你是享福，你有觉得丰富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有满足，其实这是上帝以爱给咱的礼物。各位兄弟姊妹，这其实是传道书第要紧的信息。享受伊的安排，享受伊的恩典。Enjoy what he has arranged for us. Enjoy what he has given to us. As we long for him. 当咱愈会晓安排，愈会晓找机会中间，其实上帝将一切好处赏赐予咱，赏赐予咱。各位有影提到食啉。今天到一个黑市，欠债人啊，无爱食真侪物件，欠债人啊，减少真侪物件。啊，我经常咧看去无费餐的中间，我真羡慕遐有一寡人，我能食真正侪，真正侪。但是各位，今仔日伫这个一寡时间，咱欠债大家人要真照处事，食较简单的物件。但是上帝的要紧，唔是食较啉。迄个要紧，后壁是迄个享福。上帝要予咱福气，上帝要予咱享受伊的恩典。We need to learn how to enjoy God's gift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all our work. 伫咱所做物件，上帝爱予咱享受。各位特别，上帝将新的恩典赏赐予你甲我。其实这是上帝丰富的恩典。当你有感恩的中间，你就的确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咱感谢主恩典，上帝爱咱享受伊所赐的时间，
所以問咱大家有享受伊生活嘅時刻、學習嘅時刻、聽心及覺悟嘅時刻。Hope that all of us will enjoy what He has given to us: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learn, 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long. Let's pray. 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主你将丰富的恩典赏赐予每一位，今日来参加这个上进团契的每一位，愿主你施罗丰富的恩典予阮，予每一位拢享受你的时间，享受主你丰富的恩典。现在有人欠少平安，愿主你将平安赏赐予伊；现在有人欠少喜乐，愿主你将喜乐赏赐予伊。现在有人欠少这个盼望的时刻，愿主你将盼望赏赐予因。听阮的祈祷，因为阮是你的子民，奉主耶稣圣尊名祈求，阿门。